我哋今日嘅菜式咧就系、是、以古时帝王宴有万邦来朝啦，龙船开心啦，一掌山河啦，龙船开心，大家见到我哋个碟咧系好长噶，到底皇帝食系要食最好嘅，食四尺长嘅海参。我们不同的民，不同的语言，其实我们只能用一种语言。这种语言是什么？美食的语言，它才是世界的语言。